Да, мы специально подготовили эт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для этого праздника. Специально написали тако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из маленьких песен: «Катюша»,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 «Военная музыка». Все это объединили в одно большое попурри, как мы называем, это фантазия про этих песен, чтобы показать нашу русскую музыку. И теперь мы убедились, что ваш народ, он знает русскую музыку, любит ее и очень принимает так хорошо и поет эти песни.军乐的特点嘛，它比较声音比较洪亮，一般呢是在室外演奏，它有一些铜管乐器、木管乐器，还有打击乐的乐器组成，所以它演奏起来声音会比较大。 军乐曲的结构简洁，旋律激昂，节奏明快，因此，大多数场合，军乐仍表现出人类庄严、崇高、豪壮、昂扬奋进的情感和情绪。特别是军乐团行进式的表演，不仅成为军乐区别于其他乐种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更成为它所独具的艺术特点。 军乐艺术的风格特点，就是表现和弘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开拓奋进及其英雄气节，这就是军乐的基本精神。这种军乐带来的视听享受，是其他乐种所无法比拟的。由此也就决定了军乐表演一直以西洋乐器为主，而很少出现中国的传统乐器。 然而，在中国南昌军乐节上，师大女子军乐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演奏中使用了中国的传统乐器。 我们在白桂花当中加了小镲和小堂鼓，这样的打击乐器，在以往的正规的这个军乐团里头，它用的是大鼓、大镲、小鼓这样的一些西洋的乐器，我们在这首民歌当中用上这样一些中国的有特色的打击乐的时候，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点缀。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表演中将中国古代的战鼓和西洋鼓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军乐的表演形式已经从过去单纯的那种那个军乐团那个编奏乐队已经发展到形式多样化了。
你比如说我们解放军军乐团成立了很多形式的乐团，比方说我们有行进管乐团，有室内管乐团，还有呢这个重奏乐队，还有呢流行管乐队，包括这次的爵士乐队。这是呢表演的形式不一样，因为呢爵士乐更主要的是它表现的是管乐那种灵活性，比较这个一些新的观念这样的，主要是靠管乐来撑的。风笛在苏格兰人民心中早已超越了乐器的地位，成为浪漫喜悦的代名词。风笛令人为之倾倒的就是这种混成一体的美妙声响。总能带给人们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它表达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开拓奋进的精神情绪，让人感受和认识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之所在。因而，各个国家的国歌都是运用这种艺术手段创作而成。因为进行曲它比较激昂，国歌嘛要反映一个国家的民族的精神，所以各个国家在选定国歌的时候都绝大部分是用进行曲，只有个别的国家它可能是一个很慢版的抒情的乐曲。军乐的特殊地位也成就了一大批音乐大师和优秀军乐作品，如法国作曲家鲁日·德利勒创作的《马赛曲》，被誉为进行曲之王的美国作曲家苏萨创作的《星条旗永不落》，有“圆舞曲之父”美誉的奥地利作曲家老约翰·斯特劳斯创作的经典作品《拉德斯基进行曲》等，都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和推崇。这是斯特劳斯为奥地利的一位将军创作的作品，曲名就是将军的名字。这首管乐作品之所以赢得人们的青睐，是因为它通过优美的旋律表现出了欢快、满足和成就。雄浑又明朗，粗犷而豪壮的军乐曲给人强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如此节奏明快、雄壮有力的军乐曲，又是否适合像师大女子军乐团这样的女子来演奏呢？
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男女都一样，啊，可以从本质上来讲，没有区别。但是从实际上，特别是对于我们非专业的这个女学生来讲，实际上是有区别，而且这种区别，这种差距是明显的。最主要的在体力上呢，它也是有区别的，啊，一般的男的小伙，他可能他的气力更足一点，啊，精力更旺盛一点，而我们，女学生呢，啊，会感觉在体质上更柔弱一些。比如他可能在演奏一些比较雄壮有力的啊一些乐段的时候，他可能感觉到自己的气力感觉到还是不够。为了弥补这种不足，范四廷采取了强化基本功的练习，加大吹奏量，提高乐曲的难度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对军乐团表演的曲目和乐器也适当进行选择和调整。